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车吕哥，今天过来坐下车。这个搞不动，您说这个酒吧这个搞不动，我给他搞点油在上面。昨天保养车，花了多少钱？花了两千块钱吧。刹车片，驱动轮的刹车片，还有换了一个机油，换了一个空滤、柴滤、机滤，全部换完了。总共花了两千块钱，1960。现在我这里太多了，不搞好干活太费劲，不好干。快了还有5-6个就好了，润滑润滑。今天天挺热的，我的一手。全车一半个小时全部搞定了，这一个这一边现在应该可以跑得动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，如果喜欢吕哥请帮吕哥转发评论加关注，谢谢，拜拜。